荷兰地区的历史特征保存在一个名为 Zaan's Chance 的地方。美丽而迷人、具有历史性的环境，每年吸引着近300万游客。这是一个露天博物馆，但也还是一个住宅区，它仍然保留着18和19世纪栩栩如生的气氛。荷兰人以骑自行车而闻名，他们喜欢骑自行车拜访朋友或工作和上学等。在这个特别的风车里，还仍然生产高质量油漆和颜料。它建于1664年，您可以参观里面的磨坊，它为您提供传统的技术的独特视角。主入口穿过一座小桥，之后有一家纪念品商店，屋顶上写有 Peace 大写字母。小路通向水边磨坊所在的区域，这个奶酪作坊是一座真实农场的复制品，在商店里可以买到各种口味的奶酪，
工作人员穿着传统服装解释着不同的奶酪品种，同时您可以看它的制作过程和品尝美味的奶酪。和车间的工匠直接销售他们的产品。此外，您还可以在各种商店购买精美的纪念品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订阅，下个视频见。